熟识看到凌晨不觉着了迷，我随意翻着冰箱看到一盒过期的巧克力，下了五分钟外面正在下着雨，难怪是我都生气，超市没走到就被叮了一个包，饥饿的想找面包，却只看见手动的剃须刀，周围只有你出手不赠送泡泡，孤独让我带你逃跑，我很少用电动的刀，想亲手把胡子除掉，可是已经长久乱套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想和他一起熬夜完之后整理胡须，也能在人生不小心跌到了谷底的时候，让我不言不语，不言不语，不言不语的离去。是看到凌晨不觉着了迷，我随意翻着冰箱看到一盒过期的巧克力，下了五分钟外面正在下着雨，难怪是我都生气，超市没走到就被叮了一个包，饥饿的想找面包，却只看见手动的剃须刀，周围只有你出手不赠送泡泡，孤独让我带你逃跑，我很少用电动的刀，想亲手把胡子除掉，可是已经长久乱逃，受不和他一起熬夜完之后整理胡须，也能在人生不小心跌到了谷底的时候，让我不言不语，不言不语的眼，想和他一起熬夜完之后整理胡须，也能在人生不小心跌到了谷底的时候，让我不言不语，不言不语，不言不语的见上帝。